备出发了。出发了，宝贝儿们。啊，去大熊的地方。对。我们要住一天。我们买了帐篷。对。椅子。对。之后我们你看下面这么多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方甜面和海苔和栗子和水和那里边的东西和咖啡。他们最爱吃的就是方便面，一看很久很久没有吃方便面，一看带着方便面很兴奋。对的，我喜欢吃方便面。好。感受到车晃了吗？今天大风预警，一年大概有这么一两次被我们赶上了。看尔湾的山多漂亮，没有绿色，土狼的颜色。如果喜欢咖啡色的，很适合来这里。前方75英里处大熊湖，距离我们还有1小时37分的车程。朝 Big Bear 方向并线进入 CA330 North。 擅长开山路的，是不是？这块没有意思，啊，没意思，走。为什么我们擅长开山路呢？因为我们在北京的时候，经常去山里玩。连堵车带开车4个小时怎么也能到地儿了，但是却没有这个距离远。这山是有绿色的了，这有学校，还有33分钟，17英里。学校？那不操场吗？玩什么 ？Snow Village。这是滑雪的地方。对，滑雪的地方，看雪道。没有雪，再晚下一个月吧，差不多圣诞节应该会有雪。哇塞，现在外面48了。哇，那上面有对，来看一下风景。对，就是这个地方。
大的风，我抱住了。为什么这里？哦，这里有个事故，所以略微有点小堵。这个车快开！哎，你让他走一下。我去。哦，这哎呀，不会把我们的车胎给砸了吧？这么多车是吧？哦，肇事的人。到